我去年旅游拿15万，今年又拿出不少钱，这是。你带这钱，你带一兜钱干取了干啥呀？这个带我玩吃饭呢，你看。没有啊，你我这人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从来不。就我这辈子处对象，碰到这样的就是寥寥无几。豪横大妈来相亲，被大爷嫌弃是昨日黄花，大妈直接甩出一沓红钞票，大爷态度如同孙悟空驾筋斗云，只在转眼之间，哎妈，这见钱眼开的速度绝对控制在了0.1秒以内。今天来相亲的赵大妈，今年73岁，退休金2500元，有房。我还得叫你声前辈呢，姨。我是红娘，你之前不是也当过媒婆，是不是？就是那才100多对，你让我介绍。给人介绍对象，大妈是专业的，这么强的业务水平，咋还把自己给拉下了呢？不过这见面，红娘怎么也看着不对劲，这老太太够年轻啊。确认一下啊，赵慧英是吧？你今年多大岁数？我今年，你看我多大岁就多大岁。不是，我你看73呀。对，你看73。这指甲油。你这个，我跟你说，阿姨，你这个不是自己在家抹的，还是去美甲店做的呢。对呀、青年工那前一老多人追我，那银子红红的，我这不长。我还想说呢，姨，就是你当时的时候，就当红娘的时候，介绍成100多对，我还纳闷呢，那咋把自己给落下？我不长嘛，不一个漂亮姑娘，姑娘老漂亮了，你都不知道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大妈说了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为了漂亮的闺女，宁愿单身。自从前夫出轨，两人离婚后，大妈一个人给两个孩子顶起了整片天。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大妈咬着牙把儿女养大成人，事业有成的一对儿女都定居在深圳。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终于到了，没想到一次意外再次给大妈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姑娘一下一针给打死了，医疗事故，在那个那哪，北大医院。这姑娘没的时候是多大岁数啊？48、47，反正满了。那你当时看见你说39，简直他们说要搞他们都活不成，我还想得开，早死晚死，反正人都得走这一步，就还不太那啥，但是就是睡不着觉。大妈花了2年的时间从悲痛中走了出来，既然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，那就好好享受当下。我去年我就拿出15万旅游，今年我昨天前天我又拿出了5万，我说我去那啥，那5万没事，我就旅游，花了我再求。这都是出去玩的时候照的。哎，我看这西双版纳，西双版纳的那个合影。之前找那老婆条件啥样啊？50万。你之前那老婆条件啥样啊？他条件他还行，党员干部，月开3600，有房子，人也行，就是搭桥，没气儿了，死了。都是37度的嘴，怎么说出来的话这么冰冷呢？既然上个老头没有享福的命，很简单，再找一个，咱有钱怕啥？我原来我就自己刚想，什么都不用别人，就哪怕我们家电坏水坏都我自己干啊。孩子，我从来不跟人借钱呐，什么养孩子、念书，从来都没有过那事。现在就有点寻思，找个男的宠着挺好的哈。我咋没那个性，我咋没那种那啥，这我要找，要就不找，找一个他喜欢我啥的都行。就这不差钱的态度，这老伴也好找。根据大妈的条件，红娘给大妈找来了邹大爷。邹大爷今年78岁，退休金2900元，有房。邹大爷爱好广泛，每周2次游泳，天天50半小时。啥呀？妈妈呀，我。大爷，整天泡我池子里，咋还没泡我老伴呢？看着也不像木的人啊。你不知道这姑娘情况，你不给钱她不干。我总觉得我给你钱有点，这钱花太窝囊。这疫情一来吧，我一看这一人在家太寂寞了，受不了。我挣2900，给1000还行，就给吧。以前那个不给钱还得挑一挑呢，还得看顺眼不顺眼呢。现在不行了，憋了吧。我这条件低。我说70多岁的80岁都行，
条件是你生活能自理，能收入能做饭的，我就是目的是要找个伴。曾经倔强的老头终于向寂寞低下了头，不偷俩钱看来是不行了，既然想开了，老伴就好办了。没想到老太太来了，老头又联系不上了。穿红衣，那也有穿红衣。不接电话，在这卖单儿。我没听着啊。在这卖什么单儿呢？阿姨都到了。就那老头可能是。来了，我早就看着他穿衣服吧，那嘎哥就看着就惨了。这个蓝围脖的那个，好看，好看，漂亮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真漂亮，是你喜欢的吗？喜欢的，我坐一会儿，嗯，这老头啊。大妈对老头一脸的嫌弃，看来这红娘是背骨上门讨打啊，难道不知道登的是啥意思吗？郎才女貌懂吗？长相个头都不行。长相个头都不行。嗯，你不是说挑人？满脸大口帅挑人啊。你不是挑人好吗？就要就不找，找一个他喜欢我啥的都行。我挑人，我挑长得好的。啊，你挑长得不是，这又不挑人了。你之前不跟我说挑人，然后能挑你好的吗？就是人长得没有那种感觉。那现在就是的，我给你找一个个儿也高的，长得也好看的那种的。哎，那要条件差点，咱行吗？行，差点也好行。都说人心是铁打的，我看大妈是祖辈打铁的，说起话来是丝毫不留情面，当着大爷的面。好一顿的嫌弃，红娘都过意不去了。没事说，行，没事，别那啥，我不说了吗？我没有负担，我跟你承诺了，下周我继续给你介绍。拉钩是吧？拉钩。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尴尬的场面，红娘决定摸着石头过河，求吻。来，先从照片里挑几个。这个叔的长相能相中？还行，能看的。啊，再给你选一个，你挑。就是他个儿比那个个儿还高。也比这人强。啊，那就是这个是不是演员也行啊？那行，那这么的，我现在就跟这叔联系，咱去见这个叔去，行不行？那个这样的，有一个那个阿姨就看了你的节目和那照片，觉得就是长相和身高挺相中你的。那咱这边现在是单身吗？现在有老伴了。啊，这么快有老伴了？行，那行，叔，只要是这样事就行。那你俩就好好过，恭喜啊！得知第一个大爷已经结婚后，红娘又赶紧联系了另一个张大爷。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，还是单身的张大爷愿意出来见上一面。这个，自我介绍一下吧，赵慧英。哦，对，你演出来的时候长相，演员在我这能过关，个头也行，胖瘦也行，就是这脸盘上我一瞅没啥意思，就像那草不是绿的就是黄的都要枯萎那种感。大老远你们来的不容易，他还相中我了，我跟他唠一唠看看吧，唠一唠再瞅第二眼瞅第三眼看咋样。有的人是这样，第一眼瞅不好，越瞅越带劲，你看这玩意儿不一样。兄的意思大概在寻求真爱的路上也没闲着，经验总结了一套一套的。没想到听到大妈的年龄后，大爷彻底心凉了。你属啥的？属猪的。那我比他小两岁呢。对，但是你长得不像啊。我比他还小两岁呢。本来女的就不卡老，我看我这么我没想找他。年龄也不是问题，什么事大事啊，人也得幸福才行。后半生一转眼睛，一眨眼十年过去，一眨眼十年过去。我跟你单独聊。啊，先单独聊。都不敢照亮我。本来就没看好，还比自己大，老牛还喜欢吃嫩草呢，何况是人啊。那一瞅就像七十多岁样，我本身我长得再年轻点，完了我还比他小。那你这回大妈是真相中这老头了，听到大爷嫌弃自己太老，那心情油锅里添凉水瞬间就炸了，于是直接从兜里掏出了身份证。你到底哪年的呀？我就说47年的。他愿意拉倒。你到底是哪年的？你别因为这事堵着气。对，我那意思，以您真实的年龄是47年。我得问真实的年龄。59年的。那我就说你长得不像73嘛。确认一下啊，赵慧英是吧？你今年多大岁数？73。我姑娘上深圳，我以后改的嘛，要退休吗？他懂个屁，他啥都不是。艾玛，真是嗓子眼放炮，咋想的啊？要么坚持到底，要么就坦诚相待。现在突然放出个王大，算几个意思啊？年龄都能改，真是徒劳量打伞，无法无天了啊！12岁，你知道女人12岁，
你知道是差多大的一个概念吗？没那么严重，我那些小伙子，我差12岁，他我比他大那么多，他愿意，我就看中这人了。那我都有我还不干。比你小有50多追你的呀？啊，你不相信我给你电话，你问他，管我73还是61，你喜欢我就来找我，你喜欢我就来找我。给赵大妈找老伴，那叫一个心累。无奈，为了解除误会，红娘只好硬着头皮把大妈的身份证拿给大爷看。你自己看的身份证是哪年的？您是59年的小12轮的那个主播。哎呀，59年岁数比我小10岁呢。啊，那他长得太老了。啊，那他长得太老了，长得像那比我大的。现在年龄这事澄清楚了，澄清了。咱们呢再看看第二眼、第三眼，聊聊行不行？聊聊家庭情况各方面啊。那你好好聊行吗？行，好好聊。你好好说话。好好聊。别伤人。行，人来一次不容易。得知大妈的真实年龄后，心里直接乐开了花，真是冷灰里冒出个热豆子，出乎意外啊。于是决定再瞅两眼。我这人那个说话那个啥，说话那个不注意分寸，反正咱这那个一个工人，有些地方吧，背不住伤着别人，这是有可能。其实你俩各方面兴趣爱好都挺合适的，你也愿意旅游，他也愿意旅游。就有些事情，就刚才，哎，就一句话没说明白。你问了个岁数，你说了个73，然后你说了一句“女人不抗老”，一下子一阵火，还不抗老？你抗老啊？我也不抗老，我也完了。敢于承认错误嘛？就这一点，男同志也不容易啊。有时钻牛角尖，钻了就不出来。哎。这就叫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听到大爷的甜言蜜语，大妈就像捧着鲜花坐飞机，美上天了呀。然后一个不小心又露富了。我一个儿子又有钱，我自己又有房，我都说，我跟你说吧，我说他对我好，房子我都给他，我儿子有房子。那女的这么点小个，完了还长得丑，她说因为我丑我给你一套房子，我说房子给我吧，我也不要。我没儿没女，我房子不知道给谁呢，我不，但是他这小个我接受不了。他一个条件好在哪，就是没有后顾之忧，你能找20岁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。大爷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就把反讽艺术阐述的如此明明白白。大妈也不是吃素的，一句话对着大爷猛了半天，接着大妈又来了一波神操作。我去年旅游拿15万。今天又拿出不少钱，这是。你带这钱，你带一兜钱干，取了干啥呀？这个带我玩吃饭嘛，你看。没有啊，你看我这人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从来不。就我这辈子做对象，碰到这样的就是寥寥无几，哎，都重视钱的占99.9%重视钱的，人品还是不错的，人家不讲金，你今天还带了那个10000多块钱，还要招待吃饭。大妈的生活理念就是骑毛驴子逛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。而这沓红钞票也彻底把大爷给镇住了，但是老头却总感觉离自己的完美爱情上那么点意思。绝对条件我全满意，这人品也挺好。哪满意？捣鼓他。那个你讲话的敞亮，完了那个实在，大方，再一个吧。不重视那个金钱，哎，重视那个人，这些都挺感兴趣的，对吧？就是演员，真是半天云里找对象，要求实在是太高，大小伙子都不太敢这么挑的。最后两人这次的相亲也是云里雾里，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。这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，说不谈钱，不重视钱，哎。就重演员，这是他的优点。啥时候你有吉林发那个专列，从吉林发经过长春，完了你告一声，完我也参加，我从长春上来。我们就愿意玩嘛，我就说找一个开心，没事我们俩就玩去溜达。你电话多少了？15504322。好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，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3秒钟。我是爱你们的八哥，咱们明天见。